已过50多年，如果还有10年，如果还有20年，我愿意牵着你的手，不离不弃，迎来我们的钻石婚约。如果还有来生，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只愿意与你结为夫妻，特此订约。来，我们这些年轻晚辈也送上鲜花，对我们的爷爷奶奶表示祝福，祝他们钻石婚快乐，也祝他们身体健康，祝他们在新疆的生活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来自家乡湖南人民对他们的牵挂，对他们的爱。希望你们的节目办得越办越好。谢谢湖南卫视对我们这个八亲相遇的关怀和爱护，我们的知名度在全国来讲越来越高了。哇，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唐姨，唐姨，唐姨讲两句话。唐阿姨，唐阿姨，干两句话。干两句话嘞，干两句话嘞。好，我是宁乡人，今年73岁，回到娘家来，谢谢娘家人的热情。啊，娘家人，娘家人，我们在生产建设兵团这么多年，我们任劳任怨，艰苦奋斗，我们可以想，我们在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媳妇，我们是好媳妇，我们是没有修炼，请你们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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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爷爷奶奶们，谢谢，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的八仙相遇上天山之子，谢谢你们，谢谢，谢谢。